Thank you.
要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意，谢谢，感谢你们。是的，好好听哦，热情的慢播。是的，没错。来，睫毛很翘哈。来，我想象中的贝蒂怎么跟我看的不太一样？身高吗？不是，头发，你发型变了对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一直都是这样。真的啊？对，我怎么觉得贝蒂是卷卷的头发，像洋娃娃呢？没有没有，我是直的。那我认错人了，同样叫贝蒂。对，我们对，所以呢，我刚刚听看到名单是贝蒂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我认识那个贝蒂，头发卷卷的很长、哦。我是台北的，你是哦？对，我是台北的。同样叫做贝蒂，难怪哈、哦，没关系，这个也很漂亮哈、哦。来，歌唱的也很好。好了，继续呢，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提供听好人，谢谢。哇，来唱这首就对了，来提供听好人，听好人。
当天的提供天后郎当下的营销，那我想不耽误时间继续安排一首轻松歌曲变色的
起来费电小姐好哇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哇，有一只很漂亮的虫来。我们现在呢，欢迎我们里面两位漂亮的哈美女来接力一下来唱歌哈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小野公子神医。一样继续来安排一首《开对线你就等我》，这也是接力就对了，语调语调，我们要有始有终，前面接力，最后的这是一颗情感之路，属于你和我。铃声响起，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。除了我们，别人想象真只有半分钟，因为时间。对我来说永远都不够，哈哈哈热血你和我，哈哈哈热血你和我，哈哈哈哈
面来了，来来欢迎。Thank you.